此后，第四个节目的演出者也是热爱宫崎骏动画曲子的小粉丝哦。云臻就读于基隆市建德国小五年级，习琴两年半，由 Cookie 老师启蒙。能够演奏宫崎骏动画的曲子，对他来说也是习琴的动力之一哦。让我们欢迎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曲子《猫的报恩化成风》。